一木头好不好劈也有差，有的木头是真的很硬。阿凯是海军陆战队退役哦。对，所以馆长算学长还是你学弟？学长啊，学长。来，先不要了，我外联络老师讲，这总多的就是超过110级，110。的车尾而且还有一只马尔蒂夫，哎呦喂，你们两个叫马尔济斯。我们现在要冲去台南市场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要联络老师讲。这一次的团长赖大，赖大大，我最后可以离开了吗？OK， 等一下，不是不是，我来，先不要了，我要联络老师讲。我的，我在这，我们在这。一届比一届成功，一届比一届盛大。今天有几仗？这总多的就是超过110级，110级，对对对，社团上没有看过我的很少，但是我看过他们的也更少，大家会抢名额嘛，大家都很想加入你的团体，哎，就是讲的很刺激啊，对啊 ，OK， 太大，阿力刚开始拎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还要保持清醒，明天我领导保证，晚上的事啊，晚上的事哈 ，OK OK OK， 好啊，谢谢赖大，今天邀请高士强来了，谢谢，感谢你们哈。这游具看起来连大人都会想玩，但是它其实是个装置艺术啊，所以是不能攀爬的。但我认为搞一难应该还是没有办法承受得住，忍耐不怕这个。哇，有家够有店呢，根本就是有大楼啊，板头的概念呢。对啊。每个家庭都把家里最厉害的家私都拿出来了。它每一批木头好不好劈也有差，有的木头是真的很硬。手小心哦，哎，你脚往后缩一点，不然怕下来的时候砍到脚。哎，谢谢，有空过来玩啊。会冷。对，那你会发现力矩不够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砍的时候，你瞄准木材的最底部。比方说你，因为你我们如果瞄准上面了，你就会觉得力到这里要结束。你如果瞄准最下面，就是要觉得你要劈到最下面，你就会让力下去。它可以举高再下来。哎，碎碎碎碎碎，可惜没拍到，再一个。出腰。敲它，没关系。有了，对，就是这样把它砸开，很香，超准，哇，它超准，真的，我觉得拿银锤它也可以敲开，以后我们都不用劈柴，你手上录影，来，我们一起去。碎第一次劈柴吗？对。哎，怎么称呼你？阿凯。阿凯是海军陆战队退役哦。对。所以馆长算学长还是你学弟？学长啊。好，学长。劈柴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啊，下次要不要再一起来劈？可以。应该海军陆战队，我们买个20公斤，你来劈应该是很 OK。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谢谢。那边还有啊，那边还有。OK， 谢谢。老子强，老子强啊！最强，欧英，这里有一只大包。欧英每次看到我就摇尾巴，然后我就没有肉，就没办法。牧羊犬，牧羊犬，对，帅。哎，小强，那你在干嘛？开 party 哦。
对呀、啊，不是，不对，不对，应该是新车发表会。啊、新车我看过太多新车发表会都是这样搞的。这是特斯拉的功能，是不是？嗯，它有一个灯光秀。我想知道到底车主一次一辈子会用几次的功能？他一定要拿来秀一下，很秀哎。记录一些空拍，然后一些大家的活动，共襄盛举很开心。那有机会的话，帮我们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是专门做露营车速的平台，对，然后可以跟你分享一些器材啊、用品啊。啊，我们家就亏啦，哎、欸，啊，有啥物要讲？讲我去上的拢会使找阮啦。好啦好啦 ，OK， 谢谢。啊，暗时大家开始饮酒啊，不会？那开始啊！好，来来来，谢谢 okay, 谢谢兵哥邀请，谢谢。活动成功顺利。好，谢谢。AM 正义开心帮吼。我突然发现，我们跟大家一起出来的话，就是他们的喷火龙聚会的话，我们其实是不用煮的，因为一直被喂食就饱了。刚刚才吃完羊肉炉，然后现在又有人喂食烤肉排。哎，那我们等一下去做一个陌生拜访。对，我们去看看陌生拜访，有的蹭就蹭，有的吃就吃。然后这锅就放在这里，不要鸟它。我们等一下等八点的时候，听说呢，如果在比较南部啊，八点就开始生根啊。哎，你要闹痛房，闹痛房。OK。走，就继续让它滚了。这很像嘉年华会。哎，它是那个这个灯的那边，感觉好像有卖手摇哎。你是说手哦，手摇椅子？我在这边都闻到香味，我们回去拿筷子跟碗。嘿，我们来看看露营的大家都在吃什么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然后喝什么？哎，杯子也要带。我刚刚看到高粱跟四个灯。哇，内底敢那在泡麻将嘞？不是，我看这三卡是大老二吧？无啦，内底个细卡，细卡。这真的很像，就是每一个喷火龙的车尾帐都是长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。而且老实讲，好像有一种德国啤酒节的感觉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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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优的。那我们要不要执行一个企划，看谁先要到啤酒二？结果弄两瓶高粱回来，结界地上有结界，绝对领域，好不好？绝对领域，不容侵犯。我很chill哎。啊，这间是在卖啥？你都蛮辛苦哈喽，哈喽，今天整个营区是充斥着羊肉炉的味道。那是因为团长有请羊肉炉的店家来这边帮忙。对，可是隔壁的姐姐为什么也煮羊肉炉请我们吃？那是她帮我们拿两碗丢到碗里面嘛。太扯了吧！今天很欢乐。哇，来这里无闲耶。这边好像是公关组，因为他们一开始是叫我们来停这边，他说公关组都停这边。哦，我想说我家拜关公的，不是公关。啊！关二哥显灵啦！感觉很像是在卖电子烟纸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哦，彩色的灯条啊！算命的，算命塔罗牌。看那个，大家看水晶球。手机的水晶球，一瓶一打，一瓶一打，一打一打，一打，哇，好臭哦！我们回去拿筷子吧。我有，真的不能太大声，你不要吵到人家。人家现在在享受全家合家欢乐。没错，没错。
不然我们去认个干妈，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合家欢乐。我赌他们今天晚上吃不完，我们都要拿筷子跟碗来这边端着，他一定会喂我们。如果他不喂，我们就把昏迷也带来。不，你要在地上爬，你在地上爬，他们就会丢。不是这里这么暗，地上爬不会被看到。啊，你看一下小小兵，小小兵这么晚依然伫立在寒风之中。听说要十一点以后自己会动。嗯，因为风太大。下午他们玩完 SUP 水上活动之后，晚上就看 SOD。嗯、特别计划 SOD 社员。哎、欸，你拍这边，从这边拍对面，你看像不像巴黎左岸？哇，这个活动这一次真的是办得好盛大啊！刚刚那边就是我们刚走的德国啤酒节啊，这边也是啊，嗯，夏威夷外基基海滩，而且每个家都会把自己最强的灯饰跟装潢展现出来。哇，这个好酷哦！这是两个车尾灯，而且还有一只马尔蒂夫。哎呦喂，你们两个叫马尔济斯，马尔蒂夫，马尔寇城的。而且真的很感谢兵哥团长邀请我们来啦。对啊，很少可以见到这么大的盛会的。对对对，平常都是我们两个人在当山顶爱斯基摩人。对啊，这次终于备受感觉到温暖，因为不断有人会喂食我们。对，刚拿两颗橘子说你们咬着吧，我们要拜天公。什么口味最好吃？红豆、牛奶都很好吃。谢谢。新年快乐。哦，损坏嘛，变还到阿鱼啊，再去用骗掉。哎，鸡搞啊，派去也无紧，少少倒一挂落去，那边茫茫过起来啊。马西马西过起来啊。马西啊。我以前钓虾拢安尼啊，过两个虾子就浮上来了。你那边搁边调味，嘿啊。你是头弄溜吧？没让你有头家看到，是咪啊？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经验。怎样？这种重大聚会啊，不用带食材，散散步就吃饱。下次我绝对不要带食材。但我刚看那个阿伯在钓，我其实刚有跟他讲说，阿伯，你那边鱼要钓，给我提来蒸。他跟我讲说，不要紧，我钓来看相片拢会晒。我其实心里就想说，这不忙，应该是他钓不到，所以他才那么慷慨。第四届赶快来，我们要报名。容易来，容易来。